在运动之前要先做好自我的身体检视哦。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体能状况，是否可以做下列的运动，请咨询自己的医师哦。同时，如果在训练过程当中有发生头晕、晕眩、心悸、呼吸困难等症状，请你马上停止并且休息。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活力满满课程吧。运动暖身好处多多，运动前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？我们今天一起来做暖身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颈关节的伸展哦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用右手放到你的左边的耳朵，然后再轻轻的把你的头向右边弯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伸展一下你的左边的颈部，你会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紧紧的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从一数到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慢慢复归，把你的手放开，让你的头慢慢回来。你的左手放到你右边的耳朵，然后把你的脖子微微的向左边做弯曲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右边的脖子会稍微有点紧紧的哈。那我们一样从一数到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再慢慢把你的脖子慢慢复归，把你的手放下来。动作要领：一，颈部向右转；二，右手放在左边耳朵上面；三，轻轻向下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颈关节前侧的伸展，那我们待会就是用你的双手大拇指放在你的下巴，然后微微的把你的头往后仰。那这时候呢，你的眼睛会帮我看向天花板，然后你的脖子前面会稍微有一点紧紧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从一数到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慢慢复归，把你的手放下来，同时把你的头慢慢放下来。动作要领：一，眼睛看天花板。二，大拇指放在下巴。三，轻轻往上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下颈关节的后方的肌肉伸展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双手帮我抱在你的头上，然后慢慢把你的头往下压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眼睛帮我看向地板。那这个时候你的后方的颈部会稍微有一点紧紧的后。那我们一样从一数到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再慢慢把你的手双手放开，把你的脖子复归。动作要领：一，眼睛看地板；二，两只手放在后脑勺；三，轻轻往下压。好，我们刚刚是做颈部的伸展，接下来我们要伸展一下上半身的伸展。那待会呢，双手帮我合起来，十指紧扣，然后把手肘伸直，把你的手掌慢慢往前推。好，同时把你的背部拱起。这个动作呢，会伸展一下你的背部的肌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样从一数到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慢慢把你的手放松，把你的身体复归。动作要领：一，双手合掌；二，把手肘打直向前伸；三，肩胛骨的位置向后拱起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要伸展一下腰部的肌群哦。那各位先帮我把你的左手叉腰，然后右手微微的伸直，伸直到你的头顶上，然后帮我把你的手臂贴在耳朵旁边，然后再向左边做侧弯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会感觉到你的右边的腰会稍微有一点紧紧的感觉。好啦，我们待会一样从一数到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接下来慢慢把你的身体拉回来，把你的手慢慢放下来，左手也放轻松。动作要领：一、双脚与肩同宽；二、左手叉腰，右手向上伸直；三、身体往左边倾斜；好，我们双脚与肩同宽的站姿，如果学员不了解意思的话，我们可以利用贴纸或是其他标语来代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换边哦。那换边，右手帮我叉腰，左手帮我往上放到你的头顶上，一样贴在你的耳朵旁边，然后身体慢慢的向右边做侧弯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一样会换成左边的腰部会稍微有一点紧紧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样从一数到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慢慢把你的身体复归，手放下来。动作要领：一、双脚与肩同宽；二、右手叉腰，左手向上伸直；三、身体往右边倾斜；好，刚刚我们上肢的动作做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下肢的伸展动作。好，待会我们要做弓箭步的动作。那各位先帮我把右脚往前跨一步。好，右脚呢微微帮我弯曲。那记得你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后脚帮我伸直。对，然后双手再帮我放在你的大腿上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那我们就从一数到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慢慢把身体复归，把你的右脚跨回来。动作要领：一、右脚向前跨出，膝盖弯曲约成90度；二、左脚往后，膝盖打直成弓箭步；三、两只手交叠放在右脚膝盖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那我们就要换边了齁。那换边呢，就是帮我把你的左脚往前跨一步。那左脚一样稍微有点微微的弯曲，但是一样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右脚帮我伸直。那这个时候你会换成右脚的大腿后侧稍微会有一点点紧紧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帮我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左脚的大腿上面。好，那我们一样从一数到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停。接下来慢慢把我们的左脚跨回来。动作要领：一、左脚向前跨出，膝盖约90度弯曲；二、右脚往后，膝盖打直成弓箭步；三、双手交叠放在右脚膝盖上。好，刚刚我们是做静态的伸展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下动态的暖身哦。那待会我们要做一下抬腿跑。那抬腿跑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待会各位先帮我把双手举起来，举起来你的高度大概在你的腰部的高度，然后再用你的膝盖去碰你的手，然后把膝盖抬高，把膝盖抬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跑起来咯。等一下呢，我会数一二三的时候，我们会从一数到二十，从一数到二十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
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好，停。好，再慢慢把你的双手放下来。动作要领：一、手掌朝下，置于腰部；二、跑步时膝盖抬高碰触手掌；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下开合跳。那什么是开合跳呢？各位先帮我把双手贴在你大腿边踩地震站姿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原地跳起来之后，双手放在你的头顶上，同时把你的双脚打开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一样会原地跳起来之后，把你的双脚合起来，同时把你的双手贴回到大腿旁边踩地震站姿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开合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会跳二十下哈。那待会一样，我会下指令，从一数到二十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停。动作要领：一、向上跳起时呈大字形，同时双手合十；二、再次跳跃时恢复立正站姿。爱运动，动物爱 ，Together we move。